现代生活的变化越来越快速，伴随着食安危机等问题，人们产生追求健康及食品安全的需求。眼见于此，这个在台深耕多年的企业便成立品牌，希望为社会及环境带来正面的影响。果然优 Awesome 这个品牌，它其实就是从果然优来看，它就是一个果真自然好优。那 Awesome 的部分，它其实是取自于一个 Organic、Original 跟 Awesome 的一个组合字，那其实就是希望消费者可以去品尝到有机栽培、自然农法栽培的一个非常原始的一个果物。那你吃进去之后分享给身边的人，其实都可以让所有人去感受到这个的美好。精选源自各主要产地原料，温控确保新鲜，生产流程秉持无油干式低温轻烘焙，原味不添加，保留食材营养价值，吃出食物自然健康的原始香甜滋味。而在产品包装方面，你可看见品牌的用心，采用了完整密封冲淡保鲜，营养保留更完整，与优良赏味品质的马口铁罐。坚果的果干都用一个铁罐的方式去包装，其实就是希望说，第一个当然是它的一个密封度，就是它的密封度是很良好的，所以可以让整个产品更加保留它的一个原味。那消费者在开罐的时候，其实就很像就是新鲜现做好的一个原始的一个状态。那另外其实铁罐它的环保性也是很好的，所以对于消费者来说，你选择统一生鲜的商品，不仅就是确保有好的品质，那也可以跟着统一生鲜一起健康护地球。秉持不添加的信念，保留原始营养，全产品皆符合相关食品卫生标准，确保消费者食用的安全。也透过购物网上的食安日记部专区，定期发布消费者关心的食安议题及品质检验资料，落实饮食的用心把关。现在政府也一直在倡导说我们每天的一个均衡营养的摄取，那其实已经从就是原本的单纯油脂类的产品改变为油脂与坚果种子类，所以就可以知道说其实坚果的摄取对一天的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会非常建议消费者就是说每天可以去摄取一份的一个坚果，那帮助就是整个饮食摄取的一个均衡。那果干的部分就是其实可以帮助像一些如果你平常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常摄取水果的消费者，那像蛮多的果干都含有膳食纤维，那其实对于我们一个日常久坐的一个上班族，在一些体内环保啊或是健康维持上面，其实也都是蛮适合的一个商品。在通路方面，品牌提供多元化安心便利的服务，除了专属购物网站，还有专人客服与传真服务，另外也可至全省实体特约店、各大知名卖场、连锁超商或生机食品门市，期望让消费者随时随地置身乐活饮食原地。目前我们这里最受欢迎的产品是果然优的全坚果，还有综合坚果、葡萄干、无花果干、蜜枣干等等。那因应中秋节即将到来，我们统一生机推出了一系列美观而且大方实惠的礼盒，这些都是相当受欢迎的。因为我觉得统一生机的把关做得还不错，所以我就选择它。我本身喜欢自然的味道，然后统一生机的坚果吃起来就是比较不燥热，会吃到原味的甜度，就是吃起来负担没那么重。那小朋友也很喜欢，然后像他们去学校我也会带，让他们带着去，然后我在家里自己也会放在牛奶或者是豆浆里面，把它打成浆然后给他们喝这样子。在食品安全受到高度重视的氛围下，品牌将持续落实对品质的把关与要求，以提供消费者更健康安心的乐活饮食。统一生机在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其实就是秉持着给消费者提供安心健康的产品，所以当然在未来我们在这一块也会持续的做努力，那希望就是可以提供给消费者更多更安心更好的一个产品。